这天冷了，俺这猪也都快下小桌了，俺这猪姐给它整暖和点。对，一暖和了叫猪得暖和点，是呗？这不冷了。啊，希望它多下点小猪，过年就是又多一份收入，算的。是。都给俺整整了吧，塑料布整整，叫把门帘给挂一下。我下回下来，俺这个时间里必须得弄暖和。那不是下点猪肥干的暖和？那吃不了。这肚子也不小，上来。行。上一回就下15溜。这肚子都喝多了。这个有大，应该有。你好，俺娘的上，下去。 这家给咱这把六个木柱下来，六个木柱这还是过年好了，这不多收入的啊。对，这该咱了，咱弄改进看一看。是。不行了。这里头暖和了，长得也快，是吧？是。这桌一干，大塑料布一干，真暖和。把咱挂点门帘。暖和。就是这保暖的做好，保暖做好了。照片真长。 你也说定这个，这让铺好了，这个把这个整个，把它换了，这整个了，等个再大冷了，把这个缝缝，这个时候不是不大冷了，等个那个啥了，把这个缝缝给它支了，你看着那个树叶把顶，顶树叶这里头困住了，后里头里头是，是，那这都是两边都整个塑料布，把这个缝缝给它顶一下，行了，行了，再起给它那个，把这草抓抓它，看了咱往中间贴。 好，咱们拉回来那地方算了。好，拉回来那地方，那叫姐再都把炸了，炸完了，再弄啥了，往这中间里贴，它得上窝暖和，算了。是。我这在家里每天没事，每天拿双臂，拿双臂谁也能是。 我听着那个电，还挺热。
哎呀，刚上来了，一家给你倒的。我倒这时间，一家伙那煮都热乎。这正来了，这弄牛粉，你弄我弟弟吃。我上来。高兴吧，这俩猪这九路猪的，九路猪过年了，看着好了，这还多少肉呢？